不管怎么说，这林冲那是一个历史上有名的疼老婆的好男人，接下来这一位那是有名的怕老婆的搞男人。阿贵正传由山东景阳冈酒业赞助播出。阿贵，快点儿！来了，媳妇儿，你说你回趟娘家，隔三差五的不都可以去吗？你这干嘛非得今天要去啊？哎呀，今天不是大年初二吗？按照咱国家的传统风俗呢，需要带着点礼物回娘家。哎，那我一看见你妈我就害怕，尤其是今天。哎，改天去行不行？少废话，拿着东西走。停！哎，就是说起这个丈母娘来呀，哎呀，我这心里边真是特别的打怵。哎，你说自从俺俩这第一次见面嘛，他就看我不怎么顺眼。妈，这是我新认识的男朋友，他叫阿贵。哎，妈，阿姨，你就是阿贵啊？怎么长这么高啊？俺也没啥长处，就是长得长，让我非常有安全感。是我阿贵那是站得高看得远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问你，你什么学历啊？我大专，没毕业。啊？那你家庭条件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家今年种的那红薯啊，特别的丰收。那你有房有车吗？车啊，早就有了，最新款的电动车。房也有，我明年的房租啊早就交齐了。哦，你闪闪闪闪吧，别挡着我看电视。哎，虽然开局不顺啊，但是凭借我阿贵的无敌魅力，还是把他们家闺女给娶到手了。从此以后啊，哎，我就成了这丈母娘的座上宾客了。阿贵儿啊，坐吧。哎，写好了吗？写好了就念念吧。哎，好嘞。2007年度家庭工作报告。新的一年又来到了，回首过去的一年，我们的小家庭，在这一年里，我坚持做饭、扫地等等家务活全包，只让我心爱的媳妇偶尔洗洗碗。停！妈，怎么了？你不知道我闺女从小怕凉呀，你还让她洗碗，这样对皮肤不好的。哦，是是是，我马上改，我改，我改。先别念了，把中午的碗都洗了去。哦。这都说丈母娘看女婿啊，那是越看越欢喜。哎，可我这丈母娘看我啊，那是越看越来气。我阿贵什么人？嗯，我终于啊，忍无可忍了。你个老妖婆哈，对我横着鼻子竖条眼儿，你闺女管我，你也管我哈，看我不揍你，叫你听，我揍死你了，我揍死你啊！阿贵儿，你干嘛呢？哎呀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那个是赶快坐。哎呀，您闺女逛街去了。你坐。没关系，正好你汇报一下最近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吧。那个行，好，我最近吧，主要是忙于这个家务劳动。虽然那一次的反击啊，没什么成果，不过呀，我卧薪尝胆，终于让我等到了那一天，他倒下了。妈，怎么了你？哎呀，妈，丈母娘，你怎么了你？没坏，我妈给老毛病又犯了。
快，我背他上医院。哟，妈，你醒了，你醒了我们就放心了。你喝水吗？我给你倒水去。阿贵儿啊。哎，您说。谢谢你，好女婿。哎，自打那次以后啊，我终于以我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我的丈母娘。从此以后啊。阿贵，干什么呢？快走。哎，来了！哼，从此以后啊，我站起来了。阿贵啊，坐下。哎，2008年度家庭工作报告，新的一年又来到了。回首过去的一年，我们的小家庭。行了，别念了，妈。你有什么意见您就说。这孩子还念什么念啊，饭都凉了，咱们啊赶紧去吃团圆饭去。哎，哎呀，你说这样的丈母娘要是能给打词儿的配上一个就好了，她是别想孝敬了，我这里不就肃静了吗？